我是部落客，但是我会点餐。哎哎啊，全你们饭团的招牌是什么？肉松跟综合都是招牌。哎，对不起，肉松跟综合都是招牌。综合哦。啊、那好，那我肉松好了。综合是甜的吗？是，它是肉松、菜贡、酸菜、蛋、牛角。啊，那我综合的好了。之前有来买过吗？没有来买过。哎、欸，我是刚看网络上的，刚刚看就决定买。你看看饭团好吃。哎。是肉松吗？我要点肉松吗？肉松重的。来一袋子啊。啊，我不用袋子，我这边吃，拿我一杯红茶。好，这边请来，这边吃一杯红茶。哎、欸欸，对。那边可以坐吗？哎、欸，好，谢谢哦、喔。你要冰的吗？哎、欸，冰的。哦，就学我。你那边可以坐。看那个。比克邦，哎、欸，比克邦，哎、欸。没沙子沙的。哎、欸，比克邦，哎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谢谢。Yeah.